喂喂，蓝宝，够啥呢？看哦，好吃的啦！看看，这是你们的好吃的，这个是薇薇的主人为你们买的猫条，还有零食罐头。我现在给你们打开尝一尝，来，先吃点猫条。哎，我挤一下啊。来，宝宝，滴一点给你。哎，舔会舔吗？小家伙还真没有喂过猫条。哎，再挤了点，你不会玩，不是你也不会吃啊，还拿爪子打它，你打它，你以为打高呢？你咋会舔呢？你不会大口吃啊？这个家伙都来这翻箱倒柜儿的。着急，着急了，那蓝宝等一会儿先给橘宝，橘宝会吃，毕竟是吃过猫条的人猫，你瞅着，小蓝宝待会儿给你挤在盘里吃啊，你有毛病啊你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有点绅士风度行不行？你爪子使劲勾着我手，你还想咋的？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剪指甲了？你放这里头吃吧，也别咱俩别再造成战争。你这家伙吃个东西呜呜乱叫的，还恐吓我，还咋的？还是我嫌我给你喂的慢了？不行啊！那再嗯，把东西都收起来了。蓝宝，我给你挤小盘里吃啊！你吃这个不熟练，你瞅你啊，快多大口吃，大口吃！来，再给你挤一条，你别老勾我手，什么臭毛病啊？这俩还不一样呢，口味的啊！刚才那是鸡肉的，这是金枪鱼的。你说我也不知道这金枪鱼是怎么惹的猫了，动不动就被捉来捉猫粮、捉猫条了。哎呀，掉了掉了，橘宝，好嘞，这才是节约能手，干饭专家。你瞅蓝宝啥呢？喝水呢，我赶紧给他起开两个小猫条给他吃。你不吃了？这小胃口，那，蓝宝给，橘宝你不行，碗都够了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不吃了，你放弃了，你还拿爪子往回扒了？你吃你的，不用瞅他啊。橘宝胃口小一些哈，他再说。在咱家也是老吃肉，所以这个猫条它也没有多么的热爱。现在看看蓝宝能吃多少？买这么多猫条，还有零食罐头。待会儿这罐头可能你们也吃不动了，不吃的拿出来了吧？啊，你们俩小胃口真小哈！你知道大猫一只猫能吃3根猫条，零食罐头也不用打开了。哎呀，你们！在吃上怎么能争当节约标兵呢？吃完了又去打闹去了，又恢复到原生态的状态。橘宝，你陪蓝宝的时间太少了，可能橘宝嫌蓝宝打不过他，不是对手。小蓝宝眼睛里全是你呀，这是不由杀的。你瞅，一嘚瑟一嘚瑟的。薇薇主人说，小猫吃不了，给大猫们吃。它也喜欢我们家的大猫，喜欢，尤其是喜欢偶像的后代。你瞅，你俩打吧。你瞅，吃完了，充满了活力啊。小橘宝不恋战。倒是小蓝宝倒喜欢和他打，
身残志坚，有空再给大猫他们喂一些。在这里要感谢薇薇的主人。Hello, it's me.